话到这里，对不对？翻过来，然后呢 ，P， 它那个点哦，可以用横画，所以我们写书法有时候可以用横画写，那个楷书啦，看啊、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写大字看得到，画 P， 如果我们写成这样，哎。我现在要让你知道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把它写成这样，就会很好看。嘿，你会上班吗？有没有在上班？没有，退休。退休？你几回来了退休？啊，你看我从静美，你听下你笑脸，啊，静美才三十回。我们差不多吧，我们差不多就这样，我们都十八。静美，你刚起在哪里退休？老师吗？对啊，我那时候找我父亲，他就辞掉工作了。哦，那你再出来要找工作就找不到啊。哦，找不到。有什么专长？网络专长。网络专长。身法四大四，爸爸还在吗？已经过世了。哦，几岁？过世时86。86。80岁以上就算长寿了。像我岳父活到90几。美方公很想我们啊，三不五时就泼个东西给老师猜猜看。我可能去餐厅或什么，
哎，就拍起来。对，差很多哎，那个字我看不懂。哎，感恩。写书法的人哦，对于这些字都很敏感。感恩。不过那个感恩是比较特殊啊，因为那个恩这样写很少人这样写，而且外面那个什么那个恩字啊，哎，恭维给养哈，哎，然后呢，岂感，所以啊，这个岂其实写方的也可以了哈，但是很多人。尤其是写篆书或者是篆刻的人都把它写山写成什么写成扁的、哦、好、哦，看看这样有没有整齐？好、哦、啊，再把它写整齐就 OK 了哈。照、哦、这样写哈、哦。啊，当然你这个是28格啦，这个是24格而已啦。哎、欸，但是。